巴西莓粉果蔬纤维粉，闻起来酸酸甜甜的，有点像酸梅汤的味道。这给它冲泡一下。它这个花青素非常高，看那个颜色。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有点蔓越莓，蓝莓的那种味道吧。我这个是用温水冲的，然后你们要想喝冰的，里边加点冰块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它这个巴西莓粉里边的花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，就非常适合我这种就是一熬夜皮肤就开始蜡黄的这种，而且还挺好喝的。拜拜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